啊，这是讲第四课，Idle Fiddle 开斋节，先往下，开斋节，就我们上课有讲到开斋节是穆斯林的一个节气嘛，就是讲他们要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所以要绝食，白天的时候都不能吃东西，只有晚上日落的时候可以吃。好，开斋节是 one of 之一。Annual religious 年度的宗教活动，年度的宗教 holiday 节日，for Muslim 穆斯林，是零，好，around the world 就是 in the world 意思就是全世界 in the world，in Mars 它象征着 end of 什么的结束的结束，Ramadan 斋戒。月的结束，斋戒月嘛，就是那一整个月都要吃，白天不吃，然后晚上再吃，斋戒月的结束。逗号 which 来非限定，斋戒月是专有名词，所以这里用非限定哦。The night of 第九的 Islamic 伊斯兰的。Calendar 是日历嘛，是伊斯兰历的。然后 is well known be well or be known as 是指以点点点为人知，鲜为人知，作为最神圣的月，对于。斋戒来说，fasting 这也是斋戒，不是跑得快哦。斋戒对于斋戒最神圣的月份的斋戒来说，最著名在伊斯兰历里面。确实，在伊斯兰的文化里面，我们应该比较常听到，应该就是开斋戒、斋戒这件事情。其他的应该就是他们的诗经嘛，《古兰经》或者你们说的《可兰经》。During Ramadan, healthy Muslim adults 健康的。穆斯林成人 cannot eat or drink，吃跟喝 in the daytime，白天，就工作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This practice of fasting mars Muslim feels poorest pains and also remind them of their 先讲到这里，这个的 practice 这写上推行什么什么的什么的推行，倒装 OK，斋戒的推行。Makes 使役动词，然后配上人，主动改原形动词，被动是 PP，这个是这一次一年级职科的文法之一，使役动词，主动改去被动改 P，主动改那个原形被动改 PP，OK，poorest pain 痛苦，and it also 它也提醒着。这里的 land 指的是穆斯林 of layer，等一下往上，dependence on Allah，他们要相信他们的阿拉，相信对阿拉的依赖。Depends on 人啊，这是指神嘛。Dependence 对一点点点的依赖，Dependence 对点点点的依赖，这的依赖当然就是信仰嘛，相信他嘛，所以这也要提醒他们要对相信阿拉，
依靠阿拉，对吧？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就是你要相信一个人或一个事或一个神，他这样子做是对你有好的，是对你有好处的。然后，at the very end of，在最后的。的斋戒月 is Eid al-Fitr 开斋节，开斋日，所以在最后一天就叫开斋节。逗号 which is also called，它也被称为 Festival of Breaking the Faith。打破斋戒的那一个节庆，斋戒，再写一次。打破斋戒的那个节日，就是代表那一天就可以正常的吃东西。It's a time for Muslim，是时候哦，对穆斯林人来说，to celebrat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religious duty，完成什么的完成？of 是的嘛？accomplishment 是完成。什么的完成呢？他们的 religious duty 教义，他们对教义上的完成。And thank Allah，thanks 人 for 事情用 ing，感谢某人某事。某事。Giving them strength，给他们力量。On this holiday，在这一个节庆中，Muslims share their love and thanks through a different activity。透过，所以他们透过不同的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感谢。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way，很多传统方式。相反词 modern，现代的。OK，to observe Eid al-Fitr，然后那时候写。我那时候讲观察，正确应该是 obey，它的动词叫 obey，遵守。应该说，对不对？这个是它的名字，它的感觉比较像 obey，遵守 observe 跟这应该是遵守，跟 obey 比较像啦。我原本想观察嘛，可是我后来回去想也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来查也有跟 obey 一样叫做遵守的意思，然后逗号。ing 省略未取主动 ing 被动 pp 好 worshipping 拜拜 feasting 宴客在 giving to charity 捐赠物资给慈善机构捐物资。给慈善团体或慈善机构、慈团。OK，this holiday start with 始于开始于，start 等于 begin with neutral pair。OK，仪式祝念祷告仪式。OK，ritual 是仪式，然后 prayer 是祷告、祝祷，就是早上要先来做类似基督教的礼拜啊，就是早上要先念一段感谢阿拉的词、祝祷文这样子，走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穆斯林逗号 who，所以非限定这一则是所有穆斯林。飞行里没有指定是谁嘛，所以代表所有的穆斯林，where their best courses，然后穿上我们最好的衣，take part in 等于 join 等于 participate in 参加，morning prayer in mosque，清真寺。
open space 或者是在开放空间，他们可以在清真寺或者是开放空间做这些祷告的仪式。OK，Abu Dhabi 在祝祷过后，Muslim get together 聚在一起。With family and friend，然后和家人朋友住在一起。To enjoy large meal 大餐，and this usually includes 包含 all kinds of dessert 这一次甜点。So Eid al-Fitr refers to as 应该叫做被认为、被认定，也称为好了，也称为，也 also 是也称作为，或者被认定为，就广为人知的，被称为 sugar feast 糖宴，就是吃糖的一个盛宴。During feast, Muslims greet each other 问候彼此 greet 问候。by 借由 by 加上一个 ing 借由某事某个行为，借由 at mark which mean 逗号 which 专有名词非限 beast festival 那个什么有善意的非常的受到祝福的祝福。这是个祝福的宴会，in Arabic，在阿拉伯语中应该滴选。除了 feasting，除了 feasting，Eid al-Fitr is also about kindness，仁慈。除了宴，还包含有慈善的心，也要有仁慈的心。善意相关的心，这也是指仁慈。People give money or food，这个 or 想过等于 and，to poor 就是贫穷人家。逗号 we 逗号 which 有指定哪一个人吗？没有，没有指定哪一家贫穷人，所以非限定。没有说住在市区的贫穷人家是住在乡下的贫穷人家，没有。只要是穆斯林，只要他在他心里认定你家是比较需要帮助的。好，我们在这一天就是给钱啊，给食物，给这些生活比较困苦的国家，那的居民的隔壁的邻居。OK，which is another religious duty of Muslim，这是另外一个，像前面讲过教义，对穆斯林来说，你要劫富济贫，你要去帮助周围的人，so that 以至于 in need those in need can enjoy holiday as well，以至于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在这一天开心的过节，因为没钱的人会，有钱的人会来去捐赠给你嘛，对吧、啊？就是捐食物啊，捐一些生活物资，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过开开心心的过节。这一点有点像我们台湾的过年，事实上，我觉得这就类似他们的过年，因为他们都要吃得好嘛。像台湾，我上课应该有讲到，台湾我们以前肉吃得少，可能白米配鸡蛋配酱油就是一餐，或吃菜，以前务农嘛。有钱人家才吃得起肉，然后我们过年都一定要吃大鱼大肉嘛，就火，像现在是火锅，以前就是真的是很典型的，有鸡呀、那有猪啊，甚至有猪头摆在桌上啊，然后一定要有鱼啊，这些零零总总的都是需要，在过年的时候在餐桌上要出现，只是你知道木。那个什么，中东国家信仰伊斯兰教居多，他们连吃都吃不饱了。对他们来说，甜点才是他们觉得比较 care 的，因为没钱就连闲食都吃不起，怎么会吃甜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吃甜点。OK，in recent years, people in Taiwan have had，这是 PP，现在完成式，现完 have 加 PP，所以。在这几年，近几年，people in Taiwan have had the chance，已经有这个机会去 experience 体验。
啊，recent 也不用写上，lately 好了，跟 lately 很像。好，Eid al-Fitr festival 啊，Eid al-Fitr celebration，庆典，就是在台湾这几年也是也可以参，你想有兴趣参加也是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庆典哦。Many Muslim organization 机构、组织或者是 community 社群，团体好了，社群媒体或者社群团体。就一群人聚在一起是团体嘛？Work with local government 和 local government 合作，and hold festival 举办活动。举办活动，OK，festival 就是节日嘛，举办一些活动、节庆、庆去庆祝这些。At this celebration，在这样的 celebration，popular is。Islamic dishes，知名的伊斯兰菜肴，such as nasi kuning and ketupat。nasi kuning 上次有讲过，叫做姜黄饭，姜黄饭，然后这是马来糕。Are usually served 是被提供的，所以你在那边吃到姜黄饭，吃得到马来糕。What's more，除了此外，好了，除了丁面之外，此外，this festival often feature cultural events and activity。此外，也会有一些有名的，这里 feature 应该是 feature 本身是特征嘛，应该是知名。有名，我想一下哦，有点词穷。等一下，feature 是指特色，好，谢谢。特色，often feature cultural events and activities, including, OK，所以会有一些常见会给提供一些特色的文化 event，我讲上课讲事件嘛。或者是，对啊，这里真的比较像 activity 跟活动比较类似，所以提供有特色的或者是所谓的知名的，然后伊斯兰教的活动或事件给你去闯关，那包含 including 都要后面加 ing 省略冠带加 ving 主动加 ving concert 演唱会 dance show。跳舞的竞赛、跳舞的秀，and movie 电影，伊斯兰叫 movie。OK，在比赛，在此外，these formulas are held as 这些庆典或论坛，这是指论坛讨论的东西啊，论坛。是被举办或被举行，作为 as 这里写上作为，他们这些论坛啊或这些活动是被作为 parts of 一部分的 festival 节庆 to introduce Islamic culture in tourism music 是这些最重要，他们都是用来介绍伊斯兰的文化在观光事业上。音乐，然后还有其他相关的主题。好，透过这些庆祝的庆典，每个人可以 get to know 了解或理解。然后体验。Cultural richness of Iceland，什么的文化的丰富，那 of 我常讲 of 是的嘛，所以是伊斯兰文化的丰富，这里做一个倒装。
Okay, Eid al-Fitr is not just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for Muslims，不只是就是用来感谢嘛。It can be celebrate，它可以被庆祝。被动语态哦，be 动词加 PP，be 动词 VPP，然后加上 by，被谁？By anyone？OK，as、okay, Muslims express their thanks to Allah。Non-Muslims can also take this chance to learn more about Islam and celebrate their own well-being. OK，这里的 where as 作为当穆斯林展现或表达他们对阿拉的感谢，非穆斯林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take 选趁着这个机会。学习更多有关伊斯兰庆祝他们的幸福 well-being 幸福。On this day of giving and being grateful, remember, OK，逗号，行，remember，在这一天，请记得要去，记得去。记得去 share your love，分享你的爱，and care with。关爱关照，people around you 在你附近的人，and happy Eid to all，祝大家开斋节快乐。好，以上第四课课文，来有问题一样可以跟青霄老师来问我，那没问题就上到这里。